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這一節呢是會就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分目000有關行政會議開支削減呢是發言的。咁我昨晚回去呢就再仔細睇過啦，其實今次喺呢一個修正案裏面呢總共係有七條係牽涉到行政會議嘅開支嘅，包括7、8、10、12、13、15和30。其中最辣嘅呢就係第七、第八條，一樣嘅呢兩條都係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2,000,2,2,800,000，削減大約相當於呢，唔係，再嚟過，2,080,000，削減相當於呢係行政會議全年的預算開支。我想跟各位議員解釋清楚，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完全去廢了行政會議的武功的呢，就要支持呢第七、第八這兩個修正案的。因為呢之後那條修正案呢去到第十條呢就只是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酬金。我再講清楚一次，行政會議的組成呢由一個特首、15位官守議員，同埋現時有啊非官守是14位。雖然呢個14呢個數呢我哋唔知道係有冇一個條例法例或者指引規定嗰個數目。即是話呢，即使大家支持咗第十條削減曬非官守成員嘅酬金呢，其實行政會議呢理論上係可以繼續運作嘅。只不過呢係一個特首加15位官守議員再加0位非官守議員咁樣嘅啫。咁雖然說話咁講啊，但我覺得嗰啲非官守議員呢就算減人工，甚或至冇人工，甚或至要拎返錢出嚟呢，其實都好多人爭住做呢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嘅。喺度呢我首先要再同大家睇一睇啲數字。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酬金嘅開支喺我哋嘅預算案總目上集嘅第35頁呢寫得好清楚嘅。2013至14年度嘅原來預算呢是1,342,500，但是實際使咗嘅是1,200,501,000。點解會使少咗嘅呢？呢度呢政府係冇公開呢向本會係交代嘅。我推測這個數的差額為何會咁正用少了錢呢？是不是不出糧呢？有人是有人不出糧，其中包括可能是林奮強先生。因為呢在過去林奮強先生是曾經試過停職，但是我們問政府究竟他有沒有繼續出糧啊，我們試過在一些質詢那裡問，但是政府呢都沒有正式回應過。但後來呢我是靠路邊啊小道消息說呢，原來林奮強那時停職呢應該是沒有出糧的。咁呢個差價呢即係1,342,500同1,205,001呢，其中一個數應該就係林奮強就沒有出糧。第二個差價可能呢就係張振遠啊，佢即係中途離咗職，咁我哋都慳返咗啲錢。另一個呢就係我呢幾日啱啱知嘅啫，就係原來李國章呢都係因為呢佢嘅家事是向行政長官申請停薪而留職的。但是我想借助這個這麼仔細的分析，想告訴大家，我們對於行政會議或者行政會議成員的了解或者的監察呢是接近零的。現在我剛才說的那些是我推測的啫，我沒有一個實數告訴大家的。昨天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說我們要問個出席率是問得那麼辛苦，那你要問他個仔細的財政開支，問他拿糧單更加是天方夜譚啦。大原則是如果我們有權力去審批，
而我們沒有權力去監察或者沒有能力去監察的話，我們真的要很慎重考慮是不是要去審批這個錢。即使我不跟你爭行政會議不再爭那些什麼保密機制、集體負責制，但行政會議的行政是不是應該，或者財政是不是應該公開透明，是主動交代給立法會聽呢？而不是要三催四請，又哀又西哀契爺這樣呢，才肯講給我們知個出席率。但是現在這個實際開支呢，我們是看不到的。這個亦都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行政會議並無罷免機制，亦都無炒魷原則，亦都無話叫做停薪留職原則，所有都是一五男子他額頭就 OK 的了。所以幾時是可以停薪留職，幾時要炒魷，幾時罷免是沒有的。所以我希望呢，我們本會其實可以呢通過支持其中這七條是削減行政會議開支的方案呢的修正案呢，是向行政會議表達一個壓力。它的內容甚至乎它的議程，即使它死都不肯告訴大家知，但是它的編制、它的出席率、它的行政、它的財政都應該呢好好主動向立法會、向財委會、向香港市民交代的。這個是我通過這個分析想告訴大家知。那再看2014至15年的預算呢，他本來2013年就諗住攞1300萬啦，最後因為即係阿茂阿壽咁一甩甩漏漏咁就用咗1200萬啦。咁佢2014至15年攞幾錢呢？佢係攞1221萬1000。嗱，睇呢條數呢就知道啦。佢冇攞返2013至14年嗰個1300多萬喎。即是話呢，梁振英在這個年度呢亦都沒有打算再找多兩個人入來這個行政會議去替補返林奮強和張振遠了。那其實呢他兩個就可有可無，這兩個位都是可有可無，即是多兩張嘴多兩個聲音，使多我們百幾二百萬。所以呢我又建議，即是立法會議員都是激進派溫和派的，激進派呢就可以支持700啦，整個行政會議的開支削曬佢全年的開支，冇眼屎乾淨盲啊！最後一男子自己負責，唔使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變咗個黑箱，答問大會我哋都冇得問。但如果最溫和嘅咧，都可以支持30喎。多謝陳偉業議員都提出呢個30號嘅修正案，因為佢削減咧，只不過係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咗168萬啫。即使是相當於兩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全年酬金的預算開支。那我們削了之後，我相信行政會議都一樣是可以很暢順地運作的。那另外呢，我要回應一下呢，就是梁國雄議員他昨天呢就說希望呢是如果削減行政會議成員呢，就其中呢他是提出了削減一些雙料的行政會議成員，雙料的行政會議成員即是說他又是立法會議員又是行政會議成員。那按紀錄呢，這個是三位的啫，我想大家都知道啦，葉劉淑儀議員啦、李慧瓊議員啦，同埋林健鋒議員。本來呢我的睇法呢就同梁國雄議員唔同的，因為呢是我從葉劉淑儀口中我哋知嘅啫，原來立法會議員兼任行政會議成員呢出糧就要打折的，我唔記得係7折定6折啦，一陣間有機會三分二日出啊。咁咧，照計咁條數啊好啲喎。其實如果 cut 兩個就唔好 cut 佢三個啊，因為慳啲啊嘛，即係。但係後來咧，我又諗過，我而家又支持阿梁國雄議員啦，因為咧呢啲雙料議員咧，其實係好大問題，好大問題出現。其實一個行政會議成員佢兼太多公職，或者佢自己私務太繁忙，太多。這個重要的職位呢亦都是影響，或者太多利害關係啦，他就經常要避職，那是會影響呢他發揮行政會議成員那個作用的。
即以我以本會為例，即如果本會立法會議員是兼任了行政會議成員，有乜嘢唔好處呢？所以其實要削呢都唔應該，唔好諗住慳錢啦，都係要照削啦。譬如逢禮拜二朝就行政會議開會啊，即到時如果我哋呢個會議延展到禮拜二朝都要開呢，佢就攞正牌唔使嚟㗎喎。即留會呢佢都唔使嚟㗎喎。咁係咪唔啱數呢？你自己做多個行政會議唔嚟開會，同埋我哋知道有啲議員呢，佢明知道禮拜二朝呢佢自己係要開行政會議㗎喎，佢照報呢啲法律委員會禮拜二朝要開會嘅，照報自己出席就嚟坐一坐就過去開行政會議啦。喂，咁呢個就唔啱數啦，係咪？你明知自己唔得閒嚟開會，明知你禮拜二要開行政會議，你就冇理由報話你禮拜二朝嗰啲法案委員會嗰啲小組委員會你能夠出席到，你識分身呢？一係你就去請假，請行政會議嗰個假，反正行政會議嗰個假又唔使扣人工，又唔使問責，又唔使俾嗰啲咩天主教乜乜監察，係咪？你應該請嗰邊就嚟返呢邊。如果到時我哋開到即係禮拜二朝都開呢，你就應該咁做。不過講遠咗啦，即係我講緊呢啲雙職嘅行政會議成員，甚至有啲三職啦，佢又係區議員啦，佢能唔能夠發揮到咁多嘅功能？所以大家如果考慮支持三十嘅時候，當你諗要 cut 邊一個呢，其實其實呢啲雙料議員呢都係好值得去考慮嘅。不過講咗咁耐，我想講即係個大環境、大現象，想講俾大家知，就係立法會係對於行政會議呢嘅監察能力呢，係唔好話不足啊，係簡直係冇嘅，無能為力啊。唯一呢嘅方法就係通過今次財政預算案嘅全體委員會階段通過一啲有關削減行政會議嘅動議，所以下年其實考慮削佢一蚊，削佢一蚊都係削，即係象徵式係可以俾到壓力呢，這個政府要改變行政會議，增加佢嘅行政財政嘅透明度。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就正式呢要開始講，就係如果削兩個行政會議成員咁削，我會建議大家削邊兩個呢？咁樣，咁我時間關係啦，我諗我唔會十三、十四個講曬㗎啦，我講兩三個即係出嚟，大家評一評理下香港市民。其實上次我唔夠時間，我都已經開咗名啦。如果要削一個，咁就梗係削張志剛啦。張志剛一直被外界咧評為梁振英嘅首席打手。過去多次呢為低民望的特首是保駕護航，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事呢，真係呢個係輸打贏要嘅典範啦。當民意結果對特首有利呢，佢就讚港大民調民言係中立專業，但係當梁振英喺民調中支持到屢創新低嘅時候呢，佢就批評喎，話啲調查呢係違反基本原則，又批評港大的民調的問卷設計是有誤，是有誤導成分。我舉例，他聲稱說有六成二受訪者是比特首打50分以上的，就批評港大民研即是民意研究計劃沒有公布數據是另有目的。但事實上50只是代表一半一半，這次民調有38.2% 評分是0至49， 28.6% 評分是50， 33.1%